紧的，我拜拜，恁都来解救。我贴吧，我贴吧，来休息。来啦，过来换啥啦？火球，啊，火球员来，火球员来啦。哎，太好玩了。哦，你迄人要花球员白色的，你揢这乌噜噜的，带人就人啊，甲食啦。来啦，飞球。来啦，我倒种枪。好啦，好啦，安尼好啦，自在。来啦，要食花球员啦。我不知道我朋友今天不加。哎，张老师早。能发货对不对？不加回给来200块。最近看起来买不到的张老师早。回给完下来能发货200块。哎，能发货。你要两份？两份的，一包两份。哎呦，一包是别人的。你不能改分的。我不爱。你什么？好了，嗯、OK 就可以了。来了200块，来了，捞来了，放过。放过了。200了，我这摆赚了。那200都要买不到啊？我外口，外口，今天卖200多。无上。无上啊，到底几啊？三几啊？多啦。你看哎呀，够不赖伊的，够不赖伊，再叫你回。哎，来，搁两百下，200块花枝丸，来一瓶，搁一个。来，拢来。最后搁烧一个来，200块啦。再拢来，搁一个来，200。两百，阿伯来了，200块啦。阿伯来。张老师，我哥发烧了，烧起来。那个比他大了，他那圆的，我那宽长的，大的。要吃鲑鱼的，来500块了。要吃鲑鱼来500，一袋来500，两袋500，三袋来500块了。两四条来500块了，哎呀，分分到这来500了啦，500块现在鲑鱼，鲑鱼来500块了，搁一个人加来500块了，阿伯搁一个，哎呀，那，一个人看见啊。张老师，清明鬼啊，你今麦应该开赢了，对吧？有啊，张老师在线上。老师好。张老师舒凡在我旁边啊。哦，对啊，很多人去追妈祖的，白沙屯妈祖的，超多人看的。放风。张老师，你的意思是台湾的经济靠我们的，是不是？八百万的。哎，200块了。哎，他走了。八块了。我哎，不会。不能哎，不会。我爸。
照的去。这两地拢啊来，现在一百块就好了。来来。哦，对了。我是讲阿婆也不有啦，上班上班跑。无啦啦，吼。上班啦，上班啦。上班上班啦。这海上班这珍贵啦，回去用煮汤的好吃，清蒸好吃。你外口你餐厅两尾啊，这两尾该煮一只汤用出来，这两尾超过500块啦。你爱菜吗？爱，嘛爱吃。还佫食诶，你嘛可以单条哦，爱食爱抬爱食诶，哎，一人两块，不然咱做一届啦，我存到顶只尔碗面，哎啦，一人两块哦，一人两块哦啦，你正足贵啊，一两三四五六七八，够，哎，十个人过来。我招十个人加就好啦，两个加两尾，两四尾，两四只，两四只，两四只来。家讲加两尾，我要食超过500块，要抬一尾偌济？干那要抬啊，一尾来百二块的。这四只拢起，卖讲开500。400块啦，200了啦，400块啦，四只拢起200块啦。就搬啦，200块啦，凊彩拢共款啦。四只啦，200块就对啦，还200啦。这个有零吗？哎呀，拢共款。有，值班一定都有零片。我来，嗯，我来200块啦，共款200块。这上班一百五十块，你对袂啦？这边袂啦。好嘞，来，你收看两个东西，你袂啦。来啦，来收嘞，200块。哎，好嘞，等下收你好嘞。哎，200块，哎，两个200块啦，200块啦，200。来，头前这个一个。哎，我找800。哦，等下到你啊，来，你稍微来150啦，150啦，你稍微150进来，稍微150。啊，泰国现在没了，卖掉了。对，卖掉了。要不要卖？要了，要卖，要卖，不卖自己吃哟。啊，小刚都卖啦，那唔卖。来啦，恁五啊啥个？恁五啊啥个？四只500块啦，恁四只500块五啊卖。有想要食五啊卖500？我卖老公，你要买200、300买卖啦，500块就有。再给我吧。一样四尾，我四只500，你有看？四只500，四只500块。我知道，来这个几个哦，这个几个找尾巴。谢谢，来，我们设备还不少。对啊，就看你这个。哦，这个我先重新组下过。我先重新组下来。因为刚好不痛。好好好，来了。你给我四只500。那要多买一点呐，要不然不划算。不会啦，有几张就掉。果酱来500啦。然后享受一下现场的气氛。对啊对啊对啊。多四只500，这果酱500好不好？来。你五只过来500块啦，500块来我伊，500了啦，500块搞定来。我本来个普通，我等。是啊，我招钱来500块啦，500块来500块来，500块来，500块啦。你我伊是啊，我一个来500块啦。我啊，我招我伊啊，500块啦，500块啦。这是啊，人他妈狂掉了，500块了，吃袂了，袂了，卖两卖200块了，200块了，200块了，两百块了，两百块了，不帅的，我最后个问题，改进两百块了，200块。哇，我哥报名，我很开心呢。阿伯。两位啊，哎，太多了，太多了。来啦，阿伯小弟，阿妹，你过买500下，你哦，这三百够卖你哦。对。来啦，
算较少，你要买五百，这三百都算二啊五了啦，好不好？还够十五道的。四百一来了，四块半了，还能八块来了。很简单，一样啊，不像以前，不像以前那么夸张啊。土著以前，以前那个什么单位都会来，有人要吃土著，连那种不相关、不相关的单位都要来，我招两个人都要来一下，这样。反正一千就八百，我懂，我想要吃来五百块了。因为我朋友在那边开场，我都知道，对。五百了啦，三碟五百块啦。五百了啦，五百啦，无人来啊，土著鱼嘞，你五块五百块，你无得买也无人来，冻大腹肚来，五百来，五百来，五百了来。张老师要一斤的，就在等甄子大出的时候。五百啦。无想要再回当伊就对啊啦。哎呀，这地搁厉害啦！哎，我包到你啊。不想再货回家，随开始随便买。哎呀，我啦，我啦，好丢下来了。三百了啦，三百块啦。什么叫套丢啊？三百块，这台套丢三百块卖啊？这下单只都卖五百，三百块卖啊？来啦。物件不是愈换愈，不是愈换就一定愈俗啦。看你有迄个良心无？你听有？哎，坑个你个！哎呀，三百块了。多少钱？哎呀，三百块了。来，双手两百下。三百块了。套丢这台又来个三百，套丢三百个人啊！来，两百先给你。三百。你要现在拿吗？还是先放这？好，先放这啊、哦。好。不要讲，我懂啊。对对对，我长得比较像哥哥，就比较胖，看起来比较老。来了，有钱想的啊？这几块钱出三包尔无啊，一人一包一百块有人爱，来加一包啦，阿爸都一包啦。帅儿子不想搬货了，要不然他也不会这样子发。哇，够了。好一百块，下年啦，不是下年来啦，后下来三百块、三百块啦，三百就来落来啦。谢谢。
烤鸭过热哦。来找人吧，爸哥找你啊。你个鸭肉我做啊。你快来。搁下来虾仁，搁下来300块300块来。这台虾仁来300块落来。虾仁搁下来出价无啊啦，200块无啊，200块200块。最好结200块啦，很好结开。哇，伊也蛮甜。啊，有没有？啊，嫩嫩的，我这边等你。我这不耐心。没嫩的。没下来啦。我招七个人去啦，这箱十斤重啦，这箱五斤重啦，不是十斤啦，五斤重啦，一斤我咧称偌济，一斤咧称上届无开二啊二啦，这箱我总共啦，总共我今日爱招招七个人去，招六个了啦，六个了，七了四啊，100块了啦，六个客人啦，一个，两个。我叫三个。我无啊。我叫三个。我无啊，谢谢。来，包六份了。我上次去吃是为了要尝试的，我就觉得蛮好玩的。我当短线做。来，给摆来。上课我吧。我把相机。不食鸡排来，今日有想要吃的我望到，有想要买两排的，手我看到。来头前来头尾啊。我头家只要买两排。你看你头家做落去就好。200块多爱多爱，谢谢。不想要吃鸡排啦。我再个一个。来来。这两箱到即马才卖的，你来看卖。会早拢嫌亏就无亏啦。来啦，200块啦。200块。好像看来是两千嘛。不是嘞，200块。鸡腿排啦，规地鸡腿排嘞，200块。对对对。200块嘞，200块。啊，你才200块。最后一个嘞，200块无啊。200块，200块啦。最后一个200块。现在最后一个200块无啦。鸡腿排最后一个200块啦。200块最后一个啦。最后一个200无啦，200块都。鸡腿排啊，200块。200块。200块，来来，你头前买这个卖你来，不止100块来，是吧？300元多少？一个一两个零啊。哎，我前面我广告人要吃牛二两，还甩牛啊，甩牛啊。这过去煮起来，我招一个，再弄来一个人去，弄来300，鱼啊五条啦。200块，我就点200块的。来，来，要贵什么包邮？我真的是来玩的。阿哥，不错，是吧？对对对。对对对。其实我是来看这一款，我在跟他设备有一些是怎么样。这算这是那天有讲那个，有人问你为什么不去走白沙屯，然后你说设备人家是用，就是在家里定位，对对对对，对啊对啊，两只啊，那个200块，而且他那台机器上面会有所有的电竞业的讯号，没有错没有错，克莱是谁啊？造假了，搞那么多口，来的，刚好听，你抓的品相来的。等你要打针就好吃了，你有想要吃，我招一人去买100块，100块了啦，买收啊买100块了啦。这一袋一斤啊，一袋啦，一斤啊，一斤我720啊，你两袋来二啊四啊。刷鱼，刷鱼，真正的切切，这个较细袋，炒酸啊卖使。哎，200块，谢谢。你吃饭。会包。等一下。
来，哎，一百块留来，我刚刚另外一只手机热当掉了，幸好我有带三只手机了，没有热当，有一只手机热当掉了，我赶快拿另外一只手机出来开。哎呀，我知啦，要不提掉啦，哎啦，一百块一百块了，我甩伊啦，不要加我，我多啦。我尽量啊，你还没有去高雄？哎呀，一百块了，一百块了，一百块了，反正给再赢我了，一百块了。不好吃拿来还我了，一百块。让你拜五呢？四碟了，四五碟了，一百块。无啊，今天拜五哪有？第二十块，回家睡觉了。看这么爽。十块。重点是爱食的，这是会食，不会食的。今日在你讲啊，我知啦，系啊，我到处看。你讲歹食，肯定用我啦。来啦，一百块来啦，甩皮，搁下来一百块啦，厉害不啦？又买来啦，一百块无人来，来吃啦。来甩皮，搁来啦。甩皮，搁来，一百块，一百块啦。天气太热，热当机了。虾仁啊，等一下我剥好不好？等一下剥给你啊。流汗了，为什么不会流？流，流。快点，等一下就。好钱啊！来，来，搁一包虾，一百块。这五地哥来一百块，大方啦。对。这五地哥一包无人来。谢谢，我甲摆恁买。接下来要按赞。你太过卡价啦！你一台价三百，你两百块啦，两百块。哎呀，搁起来两百块了。天气太热，电池在衰退太快了。我只讲过嘛。够了，不能。谢谢。哎呀，不料客钱啊，客鱼啊，不料客钱啊，客哦，无客不倒，无你无客钱，客鱼啊不倒条，哎呦。徐美美，你怎么了？徐亮啊，还能放货了。整个用虚假，你是想骂谁？他说节能发下来的，一蛋皮下来的，这两皮下来的，一百块了，这来这二十袋啊，这二十袋蛋皮下来一百块了，一百了啦，哎，这边一个啦，后边搁一个啦，一包十袋啦，两包二十袋，一百块啦。阿伯哥借，阿伯哥借嘞，一百块。一百块，来啦！阿你哥想要吃啥啦？鸡腿排啦，来啦，鸡腿排啦。卖光了。你厉害。一做真。哎呦，没关系。鸡腿排哦，对。蛋姐，然后就没有。另外两鸡腿排大鸡的，这有想要吃两个人去，你无啦。你一斤我讲，你卖一斤来百五块啦。现在已经变瘦好多。鸡腿，因为我去年前年才从中国的。一斤来百五啦，这有想要吃卖五百五，这三斤来五百块啦，四斤来五百啦，两个人去拢无啊啦，五百块啦。